神秘之夜復刻版，今日講呢一集咧，就我係覺得相當之自豪嘅。但係首先咧，就介紹一下嗰、那個即係製作嘅時間咧，就係2009年1月10日啊。咁啱啱就係我喺錄呢個節目嘅時間，大概係14年前啦嚇，14年前。咁啊，點解一個14年前嘅節目，我哋今日我就仍然都係即係記憶猶新咧？咁呢個就係即係講翻咧，我喺之前有提過啦。譬如神秘之夜佢嗰個構思咧，就想喺呢個神秘學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所謂涉及超自然現象嘅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適當嘅科學嘅觀點可以平衡翻，去印證翻呢種咁嘅睇法或者呢種咁嘅現象咧，係迷信啦，定係還是係一種嘅可以用科學研究啦。咁當然後來咧，譬如阿蘇廷拔博士，佢無論 UFO 也好，或者佢係即係講呢個即係靈魂學都好，即係所謂呢個靈體嘅現象都好咧，佢都用一個科學方法。但喺呢個即係2009年1月10日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第34集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我哋請到一位咧就青山精神病院嘅醫生阿趙少玲。嘅醫生咧上嚟呢個節目，咁我緣起就因為咧當其時咧應該阿紀圖咧佢哋搞咗一個電影嘅即係一個影展咧，就涉及到一啲嘅精神科或者係一啲精神病人嘅。我如果冇記錯，應該同呢個一個德國嘅電影啊，《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有關嘅嚇。我今日唔敢肯定啊，咁因為未問佢。咁但係咧，即係最重要嘅就係阿趙少玲醫生咧，佢喺呢個節目入邊咧。佢親身講咗咧，就係佢當其時點樣去醫一位應該係孫悟空上咗身嘅一位嘅病人。我用病人都有少保留嘅，因為佢係學神打，咁結果咧就請咗上身之後咧，佢呢個即係孫悟空咧就冇走到，結果佢太太咧就送咗佢醫院。咁好彩咧，呢個個案咧就喺阿趙少玲醫生佢處理咗一日啦之後咧，就應該係處理好嘅啊。咁呢位嘅當事人佢就翻咗去呢，即係可以離開醫院啦。咁點解我今日會重提呢件事咧？就好簡單，因為咧呢一段嘅訪問咧，令我印象好深，我一路都有記住呢件事。咁後來咧，我就睇咗一本書咧，就印證咗就係、是，即使係醫生咧，其實佢哋對呢啲。即係所謂靈體附魔上身啦，或者甚至我哋通俗啲講撞邪鬼上身嘅現象咧，佢哋都有好詳細嘅研究嚟嚇。咁手頭上咧，其實我有兩本書啦，呢本就叫《The Road Less Traveled》，係一位好美國好著名嘅精神病學家 psychiatrist 嚟嘅，即係話佢有醫生嘅牌 medical doctor。佢跟住就再專係醫一啲精神有問題嘅人嚇，咁我哋英文叫 psychiatry 精神科、精神病學科，咁叫 M. Scott Peck。咁呢本書唔係講上身嘅，呢本書係講譬如一啲感情嘅問題或者甚至宇宙嘅問題啦，點樣解決？咁喺美國呢本書好受得，就結果佢因為呢本書咧就成咗名之外咧，亦都變咗比較有錢啦嚇。咁但係咧，我因為知道呢本書我有睇過，但係咧後來咧。我有偶然機會咧，又睇到另外一本，即係佢嘅書。咁呢本書咧，如果我純粹睇個書名咧，基本上我唔會買嘅。The Glimpses of the Devil 啊，咁咧，但係咧，我見到呢個名 M. Scott Peck 咧，咁我就睇一睇啦。咁呢本書就冇呢本書咁賣座，但係呢本書入邊係講咩咧？就係講幾個個案咧，佢係醫一啲病人咧，或者處理一啲病人咧，係應該有啲
非常之邪惡的靈體附了魔。咁其中一個咧係點樣咧？就係、應該係一個病人咧，佢因為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佢有一啲嘅靈體上咗身之後咧，就專門買刀去割自己。咁買嘅刀嗰個割自己，其實就唔係一啲簡單嘅刀，嗰啲係納粹黨當其時用過一啲嘅非常之精製嘅刀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對刀有研究咧，就唔好覺得話刀係隨便。其實如果你睇網上咧，有好多。就喺美國咧，介紹好多即係製作好精良嘅刀。咁嗰個當事人咧，用刀去割自己嚇。但係咧，就呢個醫生咧，佢初頭都係用一個好正統嘅方法，當係一個精神科嘅處理嘅方法去即係處理。但係去到最後都發覺唔掂啦，都要揾神父。咁所以咧，即係喺介紹呢個節目之餘咧，我亦都即係推介啊呢本書。如果將來有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即係可以睇一睇，好可惜呢本書都未有中文版嘅。而我最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咧，趙少玲醫生佢喺個節目入邊都有提到嘅，就係譬如對宗教接觸得多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容易去沾染到呢一啲咁嘅所謂靈體。我哋今日其實唔係好知佢係啲咩嚟嘅，可能係一啲嘅幻覺啦，可能係個病人本身佢自己個身體機能有啲問題啦。但係要處理個方法，其實歸根到底都係翻去宗教嗰度。所以即係接觸宗教嘅時候咧，即係我相信有一個幾重要嘅去保護自己就係、要去遠離呢啲咁嘅事情啦嚇。咁佢有一趙少玲醫生喺入邊提到一樣嘢，就係有啲上教會嘅人士咧。他們很奇怪，即是他們可以入到教會，但是他讀到聖經某一個句子的時候，他是讀不下去的。這個現象呢，我又覺得即是他自己親身見到，我覺得又非常之即值得是即大家留意啦。無論如何都好啦，即是這個的從精神病學分析附魔及驅魔的現象呢，我覺得是很體現到神秘之夜的精神，就是我們去研究或者我們去看這些這樣的現象的時候，我們設計我們自己會留住一些科學的方法和一些科學的態度，大家即欣賞這個神秘之夜在2009年1月10日第34集，多謝大家。神秘之夜開始了，今日咧就好高興咧，請到阿趙少玲醫生啦。咁啊，呢個趙少玲醫生點解上嚟我哋神秘之夜咧？原來有段故喎。阿紀圖，你最近咪有一個叫《光影玩轉腦電波》嘅座談會啊？係，呢個喺個電影資料館嗰度咧，即係俾人嘅一個即係關於心理學嘅一個電影嘅一個專欄嚟嘅。啊，裡面有埋電影啊，有埋一啲心理學啊，同埋精神病學嘅嗰啲臨床嘅嗰啲道具嘅。嘅展覽啊咁樣嘅，好，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講到一啲譬如話所謂 possession 啦、鬼魂附身或者驅魔嘅一啲從醫學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啊。咁啊，趙少玲醫生啊，嗱，未講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想請教一啲技術性啲嘅問題。嗱，我哋一般我哋聽到咧，譬如話有臨床心理學或者有精神病學，其實兩者嗰個分別啊 ，clinical psychology 同埋 psychiatry 之間嘅分別喺邊度咧？好多人都唔識分嘅，你都分錯咗，因為咧好多人話喺香港揾個心理醫生去睇，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逢係主要去處理心理嘅咧，我哋叫臨床心理學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咁而我自己咧就係 psychiatrist 嚟，精神科醫生。咁個分別係乜嘢咧？個分別咧就係一個係醫生，一個唔係醫生。我哋喺大學讀嘅時候咧，我哋係讀所有醫學嘅嘢啦。內科，咁完成咗個內科嘅學士之後呢，咁我哋再去進修做精神科。咁如果係 psychologist 呢，即係心理學家呢，咁就一個3至4年嘅課程，咁就已經係一個 psychologist 嚟。咁我哋喺大學嘅時候讀嘅嘢就相當之唔同嘅，因為呢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主要讀嘅呢就只係心理學。咁譬如一啲身體嘅解剖啊同埋藥劑，咁呢個兩個係最大嘅範疇嘅。冇讀嘅，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咧，就
用藥咧就臨床心藥家唔可以。係呢個亦都知道，即係一般你心藥家佢只係同你傾下偈，即係嘗試去用心理嘅方法去解決你嘅問題。即係《無間道》裏面阿陳慧琳嗰啲人啊，冇錯。咁佢哋做嘅咧就主要係第一就係、是、一個評估啊，譬如 IQ 性格。又或者係一啲細路哥啊，我哋懷疑佢個腦咧受損啦，啊某一部分嗰個作用、那個偏差去有幾多咧咁，咁佢哋做一個評估。第二就係心理嘅治療。咁我哋自己做精神科醫生咧，就咩都做啦。咁最緊要就係診斷咧，其實診斷咧就喺我哋嘅手裏邊。咁用藥亦都係我哋，亦都係我哋嘅責任。你講到呢度我都明白個分別，但係喂遇到啲好實際嘅問題啊，譬如簡單嗱、我譬如個人整體嚟講咧，冇乜大嘅創傷，冇乜大嘅問題、但我可能平時咧，我有啲 compulsive behaviour， 可能突然間唔知道某一日嘅時候咧，我就要走去洗下手啊咁樣，咁、或者我自己唔怕講啦，我自己好中意嘈嘢嘅，即係唔知係乜嘢都嘈，咁呢啲係可能係病態嚟㗎，呢偷文直頭係病態。咁嘅時候即係喂，究竟你去揾一個，如果你想。矫正呢個問題嘅時候，你究竟係應該揾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定還是揾一個精神科醫生？其實正統嚟講，應該係揾一個精神科醫生，因為精神科醫生係做一個診斷嘅。嗱、診斷咗之後咧，我諗呢個精神科醫生就會決定究竟邊一方面嘅治療對呢個患者係最好嘅。咁如果係心理嘅治療係最好嘅咧，咁可能自己做，亦都可能咧refer out 啊，即係轉介俾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去處理。咁嘅做法係最正統嘅。嗱，譬如你講到強迫思想行為症咁，咁而家我哋主治嘅方法咧，其實係藥物加埋行為嘅治療。咁藥物就係我哋負責啦，行為嘅治療咧有時係俾臨床。喂，呢個奇怪啲喎！如果我成日中意洗手，有藥可以食咗之後唔洗手嘅。我有啊咁啊！其實係因為點解你洗手？因為係你有個重複嘅思想，覺得隻手污糟，或者覺得隻手咧唔乾淨，有細菌嗰樣嘢咧，咁呢個重複嘅思想嘅來臨咧，係可以藉住藥物咧，令到佢嘅次數減少。咁神奇嘅，咁好奇問，咁購物狂係點樣啲嘢有？購物狂俾你購物，購物狂咧，其實而家咧未正式納入咗一個精神病，係未係嘅。其實購物狂有得意啊，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套戲啦，係咪？冇錯，最愛你影購物狂。我哋都去提出一點，究竟購物狂幾時係一個病？如果有咧好有錢嘅。咁佢咪買囉，有陣裝埋囉，好似我碌爆卡咁樣，碌爆卡咁嘅慘，咁點算啊？咁呢啲就要控制啦。咁但如果你咁講，可能成個社會好多人有病喎，係好多人有病㗎。你講得好啱喎，只不過好多人唔承認自己有病㗎嘛。嗱，頭先你講到咧有一個技術嘅名詞，所謂叫做 DSM 啦，而家應該第四版係嘛？係冇錯。因為我嗰時讀 Emmanuel 都話，我話你睇呢本嘢得㗎。以你自己作為呢個 profession 啦，作為呢個專業咧，其實你哋係咪真係睇個病？病人嘅時候，你真攞翻呢本書走去對翻呢啲嘢。其實唔係嘅 ，DSM 我唔知啲聽眾知唔知啦。DSM 就係、是、其實係 WHO 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嘅啦。應該 DSM 唔係 DSM 係美國係美國所出嘅。美國精神科協會所出嘅。咁、其實佢嗰、那個對於病嗰個界定咧，係嗰個準則係好嚴謹。其實主要咧係用喺research。做一啲实验啊，或者做啲测试咁，我哋攞嚟做。我哋而家喺临床上用咧最多，反而系一个叫做 ICD 啊，即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咁里边咧有一个系关于精神病学嘅。咁嗰个咧就唔使话有十个准则，你要最少有7个或以上，有几耐就唔需要嘅。佢系一个比较descriptive 嘅，一个描述性嘅。系描述咗之后咧，你睇睇。你見嘅病人，同佢所描述嘅圖畫有幾大相似，啲症狀嘅相似，係冇錯，係冇錯。嗱，頭先我哋講嗰本書咧，應該要講嗰個全名嘅，就係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係啦，咁呢本書我諗即係喺我哋嗰陣時讀嘅嚟講，係一本聖經嚟啦，即係話你有病同埋冇病咧，你睇本書。咁就係界定啦。譬如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同性戀喺呢本書入面都係病㗎，係病㗎。咁但係到 DSM-4 就已經第二版係病，第二版係病，第三版已經唔再用。係啊，所以呢個問題就話，喂，有冇病本身係咪真係咁容易去界定咧？嗱，我講翻少少啊。當然我都係 sit 呢一個嘅變態心理學嘅，每一個編劇都有興趣嘅。當時咧，我嗰個 Tilta 講咗一句就係話，其實我哋每一個都市人。脱離咗呢個大自然咧，每一個都係 abnormal 噶啦。咁參在就係咧，我哋係咪喺嗰個族群當中
能夠有一個我哋接受到嘅方法去宣泄啲負面情緒，咁就先為之正常或者唔正常。打個譬如咩呢，就係如果我食食下飯，突然間喊到肥哩肥嚟呢，咁呢個呢就會有個 question 喺度。但調返轉同樣係喊，但我唱住首悲情嘅歌，或者睇住啲好慘情嘅戲去喊呢，係冇問題嘅。哇，你好感情豐富啊咁樣。啊，何故啊，你我一個比更加現實啲嘅例子，就係啲人睇緊戲嗰陣時喺後面講嘢順便轉轉轉係啊。跟住呢個係就係見到啲人睇戲嗰時講嘢攞槍去射死佢嗰個算唔算呢？嗰個就係變態嚟。嗰個我覺得唔係變態，真係好飄凡㗎。係啊，但係又尊重啊。嗱呢個我哋當然講咗個調侃嘅方式講，但係喂有冇病呢、這個係咪一個文化定係還是相對即係定係一個真係客觀醫學上有得界定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爭論點嚟嘅，尤其是係講精神嘅病，身體嘅病有時都難界定，你唔好講。傷風感冒嗰啲嘢易界定啊，都係嘅。而家我哋都睇咧睇病，其實睇一種病咧，我哋主要係根據兩個大嘅準則。如果呢個人有咗呢樣嘢，會唔會第一，你我哋係從嗰個人嘅進化去睇啊，會唔會令到呢個人咧嗰、那個生存嘅機會咧係比正常係減低咗？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會唔會令到佢嗰個 fertility？佢能夠傳宗接代啊，能夠延續佢嘅後代嘅機會率減少。其實呢兩個係個 main point。我又駁你啦。咁有啲男人啲女人好好色噶嘛，即係日日都要做噶嘛。咁嗰啲，咁如果你用呢個標準，佢咪唔係變態咯？啊，唔係咁樣睇。佢容易有性病啊嘛，容易有 AIDS 嗰啲咁樣，咪表明啲咯。喂，哇，咁呢個就好好咩喎？啲還原率嘅計算，。嗱，呢個咧就係病嗰、那個。其中一個有病嘅方法啦，喺精神病裏面咧就仲有一兩樣嘢嘅，譬如話佢有冇符合一個頭先你講個 syndrome 啊，係啦，嗰個後群症嗰個圖畫，係啦，從症狀嘅層面嚟睇，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究竟佢有咗呢啲嘅症狀之後咧、對佢個人同埋身邊嘅人嘅傷害困擾造成有幾多？如果係冇嘅話，咁我哋唔好話佢係個病。如果假設就係佢個人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嘅，已經算係一個病㗎啦。冇錯，但係有啲人佢自己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嘛，即係呢個係好好富爭論性。驚嚇咯，譬如話，喂你覺得你佢係有問題，但係佢自己唔覺得有問題，唔係等於多數人覺得佢有問題，佢真係有問題喎，係咪啊？即係呢個喺歷史上我哋見到嘅。嗱，但係我哋要即係進一個嗰、那個我哋今日主題就係話，喂舉個例，譬如話撞鬼咁樣，佢究竟實際上係一個精神病啊，定係還是？真係客觀上有可能佢係撞鬼咧。呢個咧係拗極都拗唔完嘅嘢嚟嘅，因為從中世紀開始，啲人已經去研究呢個問題。究竟撞鬼咧有冇啲客觀嘅標準去睇佢係咪撞鬼？咁咧就曾經，但係個問題首先你係咪要回答咗個問題先？呢、這個世上有冇鬼先？如果你冇鬼，又唔會撞鬼。咁呢個應該唔係阿醫生嘅範疇嚟嘅喎。你唔到你揾錯人，要揾阿神父啊、牧師上嚟傾。不過我諗係普遍嘅所謂我哋坊間認同嘅社會既定約成嘅一個觀念。即係我諗具體咁講咩叫撞鬼，可能就係話有兩類嘅，一類就係話佢可能見到一啲已經過咗身嘅至親。是啦，或者啲過咗身嘅相熟嘅人，咁可能會同佢有接觸添嘅，或者單純就見咗一面，跟住突然間就消失咗，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話，佢見到一啲可能係佢嗰個嘅族群覺得一啲係好憎靈啊、好恐怖啊，代表咗係一啲死亡嘅一啲代表性，因為黑白無常啊，或者見到可能啲其他可能啲喪屍啊、死神嗰啲嘅嘢咁情況，即係可能有呢啲較為係具體啲，即係梁錦祥台長所講嗰個撞鬼嘅情況。再做一個更加直接或者離奇嘅，就是你見到嘅一個異象或者一個特別嘅人，係本來係唔存在嘅，其他啲人見到唔存在嘅。但係你從你嘅形容或者你嘅認識咧，心裏講翻出嚟咧，係然後就有人咧就可以會揾翻到原來之前曾經有一個人嚇嘅，做咗印證嘅，有好多證據印證。嗰個最離奇嘅嗰陣。咁啊，醫生，你首先講講啦，即係你自己接觸呢、這個。即係有冇一啲具體例子你自己覺得係真係值得去討論嘅？討論都有嘅啦。喺精神學裏面咧，我哋有個叫 possession syndrome 啊，就係一個附身嘅現象。附身嘅現象咧，而家我哋就如果你睇 ICD 又好，睇 DSM 我兩個精神科分類學裏面都好咧。咁以前咧，我哋就屬於所謂歇斯底里症嘅一種。咁我而家就將歇斯底里就分做兩大類啦，一種叫轉化症 conversion。咁嗰種就同左鬼冇關嘅，另一種咧，我哋叫 dissociative syndrome 啊，遊離啊，係遊離嘅狀態就係咧，講一個人咧，佢喺歇斯底里嘅狀態之下咧，佢會取咗另一個身份，
唔係佢自己嘅身份嚟嘅，取另一個身份而去生活。咁可能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又好，一段長嘅時間又好。咁其中一樣咧 ，under 佢咧就叫 possession syndrome，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附身，附身嘅現象。啊、所以剛才你講到嗰啲就可能係個人嘅經歷，其實講附身現象一樣嘢仲特別嘅就係、是、佢可能講嘅嘢嘅語調，係啊，佢嘅性格，係啦、啊，佢個行為、情緒同佢嘅正常嘅佢判若兩人嘅，判若兩人，冇錯。話會唔會一個好具體例子？譬如話我哋以前睇戲啦，即係其中一套叫《驅魔人》，冇錯。嗰、那個附即係附咗身嘅一個女孩子。佢可以講到好多不同，即係佢根本冇理由識嘅話，譬如舉咗一個例子講阿蘭文，即係嗰啲耶穌嗰年代，嗰個年代喺以色列嘅土話，係咯，照計佢學唔到噶嘛，佢點解會講咧？同埋仲有即係驅魔入邊一個經典就係、是、佢可以將個説話倒轉講，即係將個身邊嗰個神將個腦袋倒翻轉去聽翻，原來有嘢喺入邊，但咁經典嘅頭都可以調轉，咁呢個特技嘅。如果真係有個人個頭可以調轉咧，我就唔敢話佢精神病。係啊，都係雜技嚟，都係雜技。係啊，自然喺個心理學嗰度要探討嘅啦，要。但係有啲都係嘅，譬如佢嘅力量啦，佢可能好大，一個細路哥，但係佢好大，冇錯。嗰樣嘢其實都係難解釋嘅。即係可能可以解釋，但係都好難去解釋。咪都可以有啲人解釋，就係話我哋人類用到自己嘅潛能係有限㗎嘛。即係一啲喺忘我嘅情況之下，我哋發揮到自己嘅力量咧，係幾倍或甚至乎我哋係十幾倍以上都唔奇嘅。嗱、舉翻頭先嗰啲具體嘅例子啦，譬如解釋話，即係各種多Glossolalia，我唔記得個具體嘅英文名，就話你可以講到唔同嘅多唔同講方言啦，方言係嗰種咁嘅現象咧。你作為一個醫生，你點解釋？Glossolalia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 case 都幾得意，後尾發覺佢唔係啦嚇，咁佢就疑似個案，佢咧就 Glossolalia， 我哋話説方言，咁佢就話自己翻咗教會，喺屋企咧開始成日喺度噏，噏到咧屋企人頂佢唔順啊，覺得佢黐線，咁啊送咗入青山，咁我喺嗰時青山院做嘢，見佢嘅時候死啦，我話你不如噏俾我聽啊，咁佢嘅力量唔係噏。噏咗大輪嘢，我唔知佢講乜，但係一啲好重複單音嘅字類嚟嘅，有系統化嘅，又唔係太大系統喎。佢話喺度騎緊土，咁我諗極都唔知點算。咁我即係其實喺精神學嘅記載裏面其實唔多，即係文獻記載唔多。咁後來咧，我就諗到個方法，我第日咧就攞咗個嗰時仲興啲 cassette 機，我話你講多次，我得佢同意錄低咗。录完之后，我交咗俾个传道人嘅朋友去听，佢呢啲唔系嘅，呢啲唔系。嗱，咁后来佢就开始好多精神分裂症嘅表征走咗出嚟，咁最后呢个系精神分裂症。嗱，好啦，咁点去解释嗰啲 Glossolalia 咧？如果你睇圣经，圣经有记载嘅，系啊，冇错，呢个系 spirit 系咪？新约嗰边嚟嘅，一个恩赐嚟，冇错系啊。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咁又系乜嘢咧？咁嗱，咁我。search 過有啲文獻咧，啊有個叫做阿溝翁，大家識啦，榮格咧係其中一個精神分析學嘅大師，佢就喺我哋潛意識裏面咧有啲叫集體潛意識啊，呢個 archetype， 咁呢個 archetype 係咩嚟嘅咧？佢話咧潛意識裏面咧包含嘅咧，其實唔單止咧係我哋自己嘅嘢。仲包括咧我哋嘅上一代，我哋嘅祖先，佢話文化嗰啲，成個文化，成個人類嘅進化咧。都可以包含咗喺里边，所以可能你唔识讲，但系你嘅祖先学过，讲佢就将呢啲嘢咧遗传咗俾你。佢意思就系遗传咧，其实唔单止系遗传一个 gene 系决定你嘅身材、IQ 嗰样嘢，仲遗传咗一啲嘅特别嘅能力啊，摆咗喺你嘅潜意识里边。咁会唔会喺某啲嘅情况之下咧，呢啲嘅能力咧就用语言嘅爆发？但系呢个喺生理学上或者医学上有冇根据嘅？冇精神分析學，精神分析學就係咁樣啦，係一個理論咧，一個理論咧，難去，但係呢個探索嘅，呢個探索嘅發明。但係呢個關於夢嗰個解釋又好似冇直接嘅關係喎，冇乜直接嘅關係。係咯，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幾匪夷所思，就係如果我哋靠祖先或者上一代嘅遺傳，喺頭先阿醫生話齋，即係喺個身體上，即係 physically 嘅遺傳俾我都合理啊。但係呢個知識上面嘅承傳係即係好難去理解，點樣可以靠住上一代嘅基因俾到我？而中間隱藏咗呢啲咁樣嘅語言，呢個好難啊！因為如果呢個成立嘅話咧，我諗達爾文嗰啲學説都可以推翻嘅，好難搞。都唔係推翻，係要重新要認證，要整理翻。係但我哋翻頭先嗰個附體啊，即係 possession 嗰個表徵。如果講話語言咁樣，
即係譬如話喺外國上咧，的而且確有呢類咁嘅例子，亦都有人寫過書啊，即係一個叫 Goodman 係真係即係專注曬呢本書。咁我都有一啲想補充翻咧，即係向翻即係東方嗰個嚟講嘅。咁我諗最近大家都可能都有知道有一本書都。即係最近係即係內地都整理變成一個好，即係呢個叫係成個世界嘅最長一個史詩，叫《格薩爾傳》啊，西藏嘅，係西藏嘅。呢、這個《格薩爾傳》咧，咁佢係其實喺上世紀初嗰時候咧，就已經搜集佢嘅嗰個好多啲嗰啲內容嘅。咁而呢啲能夠講到呢個《薩格爾傳》嘅嗰啲內容嘅嗰啲人咧，其實係一啲文盲嘅人嚟。同埋分布咗喺嗰個喜馬拉雅山上嗰度咧，好多唔同地區嘅一啲文盲人，就係嗰啲叫遊吟詩人啊。嗯，就係佢哋藉住咧，即係用唱歌嘅形式咧，就將呢個傳說，呢個史詩嘅代傳一代，唔係唔係一代傳一代啊，係佢突然之間，你文盲都唔係一代傳一代嘅，佢突然之間咧，佢有嗰種咁嘅力量咧。就係、是、將佢嗰個內容咧係講咗出嚟，唱出嚟嘅。咁、但係佢唱出嚟嗰時嗰細節咧，裡面包括咧啲人物或者嗰、那個即係佢裡面牽涉好多戰爭嘅，那個戰爭嘅所在地，同埋咧就係、是、裡面有啲嗰、那個過程，甚至咧即係佢裡面咧即係有用嗰啲乜嘢武器啊，好多好多細節嘅嘢係可以唱咗出嚟，同埋唔同人咧。可以共通到嘅，即係等於頭先啊醫生講嘅嗰個咧，即係一個群體性嘅一種集體回憶，係回憶嚟嘅。咁但係咧就最有趣咧就係即係而家咧即係都仲好似都留翻都仲有十幾個呢一啲即係可以搶到呢個《薩格爾傳》嘅嗰啲遊吟詩人出嚟。咁佢曾經咧就係、是、有一個咧係嘗試就係教佢寫文字啊，教佢認識即係學識一個叫自己寫翻出嚟啦咁樣。咁啊，當佢去學習咗文字之後嗰時候咧，佢喪失咗呢種能力嘅。嗯。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奇特嘅一個現象。即係換言之，其實我哋學習嗰個語言嘅能力咧，不一定好似我哋自己所諗咁樣。係話哦，你真係要見嗰樣嘢，你先至或者你聽即係嗰個社會係去講嗰種母語嘅時候，你先至可以吸收得到。可能有其他我哋嗰種學習嘅方法啦。嗱，呢個固然其中一樣嘢。咁啊，醫生有另外一啲問題就係、是。嗰、那個 possession 本身咧，係通一定係咧通例啊，係一啲即係邪惡嘅嘢啊，或者係啲對你唔友善嘅嘢。哦，唔係 possession， 我哋話有兩種噶嘛，一種就邪惡，你唔想佢嚟，佢嚟咗；第二種係 invite 佢嚟嘅，譬如講神打咪咯，想碟仙嗰啲啦，碟仙嗰啲啦，你邀請佢嚟嘅，只不過嚟你能唔能夠請翻佢走？二嚟就難走啦，呢樣係兩樣嘢。但係後者你其實覺得唔係一種實際上一種自我催眠嚟咧？我亦都唔可以咁講，亦都唔可以咁講。有啲人係自我催眠，覺得係因為喺個催眠狀態底下，佢譬如對痛啊嗰種嘅感覺，可能係降到好低，咁所以可以行啲淡啲火啊，可以上啲刀梯啊咁樣。但我亦都見過有 case 係真係佢神嘅馬騮，咁樣去 behave，但係佢唔甩，一日兩日最後走咗啦，佢完全冇一個記憶發生咩事。嗯咁呢種就係你請嚟，因為我自己都聽過啲 case 啦，即係話其實個人根本咧就手手腳腳咧，其實都好笨動嘅。咁上咗身之後咧，係一個大概四尺高嘅樓面可以打關頭。咁呢啲係好匪夷所思，即等於頭先我哋講喂，你都冇學過中文，你點會講出嚟咧？咁究竟喺我哋用一個普通嘅生理學或者係物，即基本嘅物理，其實可唔可以某種？嘅方法可以解釋到呢啲咁嘅行為嘅現象，解釋唔到。暫時嚟講都係解釋唔到。點解有啲人佢冇學過嘅語言啊，會通，或者佢有啲冇學過嘅動作，變咗好矯捷、好靈敏，解釋唔到。但呢個會係牽涉到可能佢其實佢本身有多重人格。一個佢隱性嘅人格，其實可能原來佢透過都要有嗰種學習過，有嗰種經驗喺度先得。但係喺揭斯底利裏面，即係我頭先講嗰遊離症裏面咧，有另一個病就係多重人格症。係啦，冇錯。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係啦，好多人都會嗱呢、這個會好多人都會即係有個誤解咧，就叫係人格分裂 schizophrenia。係啦，唔係精神分裂症，因為實際上兩種唔同嘅精神嘅極端嚟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係點樣？多重人格障礙咧，其實好罕見。罕見到我諗，我做咗二十年啲人科我兩三個 case 就最多。最多系几多个人格啊？最多去到
如果係文獻裏面呢就最多個比例呀。廿幾個。通常就兩三個。通常四面口啊。通常兩三個。咁佢就係喺 A 呢個時候呢佢係一個主體嚟嘅。例如我係治療生。但係去到某個時刻呢佢會完全變咗第二個。幾套。變咗幾套。甚至係異性都得㗎喎。係冇錯。佢未必係同性㗎。咁我哋見得最多嘅呢就係當佢存喺 B 嗰個性格嘅時候呢佢唔知道 A 嘅存在。唔通㗎兩個。有啲時間係通嘅，有啲時間呢就係 A 嘅主體知道 B 嘅存在。但係呢 B 嘅時候佢唔知道 A 嘅。咁呢個好得意。但係即係主體會知道嗰個副體，而副體就唔知道主體。冇錯。你嗰個古仔嘛 ,Dr. Jack 嗰個 Mr. High 嗰個咪知囉。Dr. Jack 入口知㗎嘛，佢知佢食咗藥佢知佢夜貓變㗎嘛，不過佢就係。佢刻意添啦，佢刻意想變添啦。咁你自己真講好精彩呢，因為我仲有好多問題呢要問。不過我哋休息下再翻嚟。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